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TK。终于到了传奇故事第九章黄金海岸，在这里就让我和海盗们说说黄金海岸所有不离奇的日记位置。以上就是这次的日记位置，都位于黄金海岸上，五本在岛上，五本在地下室。其中比较难阅读到的就是石像左手的日记。希望大家都能在体验传奇故事的同时，顺利阅读完日记哦。我是 TK， 我们下次大海见，拜拜。